投资朋友，打开后啊，今天很高兴又来到我们这个股市之爆哈。那、哦啊、我想呢，今天这个行情呢，算是一个开高，那、啊、震荡一下。那、啊、当然，这个行情我陈老师啊，我一直的都跟大家谈了、啊、哦。我说你在兔年啊，兔王嘛哈、哦，他也会找自己的行政院长哦，他也会找自己的内阁，他也会找自己的交通部长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讲过的。 哦，每一年的生肖年，他都会找他自己的行政院长。哦，你可能会觉得说，正好再也供够了对吧？哦，当然是这样子。所以你看，老鼠年、牛年，哦，去年老虎年，到今年兔年。所以其实我常跟大家讲说，过去的、过去的旧爱，它很有可能不是你未来的爱。 哦、不是你未来的真爱啊，过去的真爱不见得是你，所以我陈老师我常常跟你讲，你去想想看，老鼠年、牛年、老虎年，对不对？你看看是不是每一年，他都会换自己的行政院长，所以你不要一直的，所以其实哈、哦，我陈老师我常常跟大家讲，就是说股票市场里面最怕就是怎么样，吃怀旧便当啊。 哦，虽然怀旧便当很好吃，但是股票市场里面千万不要老是想着怀旧。哦，老是想着怀旧，因为它一定会有自己的怎么样？我认为会有自己的一个新的啊，这个新的生肖年的一个新的东西出来。所以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跟大家谈谈什么？ 你要特别注意，兔年新的一年会不会有新的东西？我相信这种这种什么陈泰明，我要一直力你讲陈泰明、周杰伦哦，你一定要去注意到。我相信这应该不是应该不是第一天讲的哦，兔年的银帮鸭霸。 嘎偷啊！你爱假霸。嘎偷啊！你爱假霸、哦。我相信我都讲过了。我相信我都讲过了。哦，所以说其实很多人说陈老师啊，啊我一直的都想着过去哈、哦，我还在想航运三雄呢。<laughs> 所以其实股票市场里面就是这样子啊。哦，所以尽量的去寻找新的东西。 因为我已经跟你谈到过的哦，过去的最爱，它不一定会是你未来的最爱。哦，过去的你曾经在这一只股票上面，这个这个所谓的这种这种情感的纠结啊，不管是曾经从那些股票赚到，或者从那些股票没赚到，或者是本来赚又赔，本来赔又赚，不管，这只都是你过去的旧爱。 这已经是你过去的旧爱了。你看看在，在在这么多年下来，你看看被动元件，它是最被忽略的。在过去这几年，从老鼠年一直到老虎年，被动元件一直都是被忽略的。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国巨陈泰明，二零二三年会不会四叉叉到五叉叉到六叉叉？被动元件没有人要。 真的是没有人要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过去几年，你看不是涨航运三雄，就是涨一些怎么样？涨一些所谓的汽车概念股啊，这当然被动元件也算汽车概念股，你怎么讲都可以了啊。要不然，当然大家最爱的就是金元双雄啊，或者是爱一些这个所谓的啊，你你过去你曾经爱过的哦、啊，还是一直的都 focus 在那上面。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你讲说，你要去注多注意到未来。 很多人他觉得说，哎、欸，曾老师啊，就像你看看嘛，去年嘛，涨了银邦啊，对，去年涨了鸭霸。我说你鸭霸了哦，你今年，你今年，你今年也变假霸呗。<laughs> 我说你去年鸭霸了这个被动元件加磅啊，你今年要注意。华新集团的。所以我我一直跟大家谈说，去年的鸭霸，去年你鸭霸，你今年买没啊？你不买啊？ 一样的啊，开妹，我已经讲过了，你不要小看这个开妹，你不要小看大义你不要小看信昌店，但是很多人他觉得怎么样？哎呀，反正到时候涨我再来追了、啊，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今年来说的话，很多人都怎么样？其实都不看啊，连法人说真的也没有，法人对于被动元件说真的手上是康康康啊。 满手的都是什么？现在法人满手是什么？那就不用我讲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不用我讲了，也就是大家最爱的那些，然后报大量的啊，那今天是法人投信最爱。可是你一直往上拉，一直往上拉，再到上面筹码越来越高，成本越来越高，大家都在上面当冲。那那种创新高的啊、呃，放大量的，然后又是投信最爱的，然后每天就一直往上但是我已经跟你讲过，那种东西它有可能是。 过去老虎年的辉煌，但是它不见得它会是未来的辉煌嘛？它不见得会是未来的它的，对不对？兔年的最爱嘛？所以我跟你讲说，牛年一样的，它会有自己的行政院长，会有自己的内阁。到了老虎年就不一样了。你到今年兔年，它也会有自己的什么？今年兔年，它也会有自己的什么？也会有自己的行政院长。 你不要认为每一年的行政院长都一样，对不对？牛年哦，这个航运三雄是他的行政院长。到了老虎年，对不对？就不要再讲了嘛。啊，你给他，你给你啊你呢？你还在讲你还在想航运三雄会不会换？今年兔年会不会换一下行政院长？那当然，这个底下怎么样？就像我今天就讲的难听一点的嘛。 就像说今天哎、啊，当航运三雄涨的时候，哎、啊，涨到一定了，对不对？变成散装的也跟着涨了，然后乱七八糟的那些啊，船厂也跟着乱动了。因为怎么样？因为航运三雄带动整个船厂，就到最后连钢铁，到最后连那个啊，这个、呃、航运产业一样，那、啊、都是被航运带起来的。所以一样的道理，今年我已经跟你讲过一个非常重要被动元件，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，你也不要忽略光学哦，光学这一块。 哦，你你后面你，哦，我有时候有的话也不要讲太的太太太前面了、啊，哦，你也不要忽略光学这一块，所以基本上你会发觉到今年怎么样，一定它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，所以我陈老师我在过去一直跟大家谈这个，你这一只股票你一定要很注意，它叫蜜望史，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这一只股票兔子爱吃甜蜜的果实，这一只股票以后啊，我在这边给你写，你绝对不会相信的。 我写这样你不会信，你知道？这一次被动元件呢、啊，我写这样子你是不会相信的。这蜜忘石啊，叫甜蜜的果子。这一次被动元件，它会不会有机会跟大厂合作、大合并、业绩大跳耀？我现在写你不会相信呢、啊，有一天你可能就相信了。啊，你不会，你现在不会相信。 那我就跟你讲嘛，就像去年嘛，我讲这个时候，你会相信吗？你不会相信啊，怎么奇怪了、啊？这股票根本就没有量，怎么后来涨那么多？对不对？那我就说今年，我已经跟你讲过，阿给阿爸，阿给你也加爸呗，给你也我今年高点又加爸呗，有没有？二零二二年的阿爸,爸，给你也变加爸了很多人觉得陈老师啊，不可能啦、啊。看今天換他创新高了。 那很多人也在问我啊，陈老师，啊，国际上来了，凯美上来了，对，华新科也最近也涨了嘛。那很多人在问我，陈老师，你觉得还有没有新的？我陈老师，我常常跟你谈啊，新的东西，很多人他不敢去尝试，他也不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尝试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尝试新的东西。 有一天啊，来拉近一点，你如果看到它这个价钱的时候，这一段绝对是法人会买的啦。我今天讲难听一点你现在这边你不会买了，你到了这边你可能都还在怀疑啊。等这一段啊，这一段出现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兔子爱不爱吃甜蜜的果实。我跟你讲，等到这一段法人，你看这一段绝对是法人在买的，这一段呢、啊。 就像这样子啊，你看你这一段你会买吗？你从这边转到这边你会买吗？你拉近一点，这叫银邦啊！我当时在讲你这边会买，你不会买啊！一定法人一定开始一定是这边啊，开始买了啦。那你就看这个量就知道了嘛，一定法人一定买在这边啊。所以，我今天我跟你讲说，这一只被动元件现在你不会买。兔子爱，我有时候我常在讲哦。 有一天你绝对会感谢我。我再讲一遍哦，我真的我再讲一遍。我当时在讲三四十块的英镑的时候，各位这一段根本就谁会买啊？鬼会买啊？什么时候法人买？法人这边开始买，可是他这边已经涨了一段了，你知道？一家已经去一段了，啊,啊，法人没在加了，啊，就等来继续买啊。那一样啊，我就跟你讲啊，被动元件。 哦，现在很多都上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慢慢看嘛，你就慢慢看呐、啊。我觉得我个人是认为这一边你现在不会动啊。我跟你讲，你以后到这边你就会动。你等到这边就是我跟你讲，法人就拼命买了。你看我讲的二零二三年，谁会有机会跟大厂大合并、大跳药？我陈老师常跟你讲的很多东西，你放在心里面。接下来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下个阶段回来，我要给大家更好的东西。 今年呐、啊，我跟你讲，会是一个不得了的年。我讲话你不信，今年会让你赚的荷包满满。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。 金兔要动迎新春，一八八如意开运专案，让您红兔大展，福到财也到，财神专线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。 信。 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 投资朋友，其实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啊，就是说股票市场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怎么样？哎，已经看到了，然后心就开始急了。哎呦，创意怎么涨那么多啊？四星 KY 怎么涨那么多啊？好的，那结果涨到天域去了。其实我一直跟大家谈，就是说为什么今年我跟你讲有几个很重要的，包括 IC 设计，包括被动元件。 包括光绪，因为这些股票它的条件是怎么样？我这样讲你懂吗？它的条件是怎样？它就轻嘛，你有没有发觉到啊？我在年初的时候就讲了。 我我早就跟你讲了，我说今年呐、啊，电子股里面 IC 设计、被动元件、光学，它这三个怎么样？它这就是轻，股本就是小，这三个族群呢、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三个族群都会轮流动，你你你等着看好了，这三个族群。 我已经讲过很多了，啊，陈老师啊，我不爱醒，我都不爱被点猪狗，我头爱被专散哦，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今年啊，你要很注意电子电子股，那种暴力兔啊，今年暴力兔啊，在这里面很多啊，暴力兔，哦，所以今天陈老师给大家三只非常重要的股票，非常重要哦，一只 IG 设计，一只被动元件，一只光学。 麻烦今天进来给我扫 Q R code。你看我旁边看 Q R code 麻烦进来扫杀机我正好这常跟大家讲啦，你，哎，陈老师啊，我我扫我扫归扫，我才不会买呢。你不要买哦，<laughs> 你不要买了，我买就好了啦。我已经这也不是讲一天的啦。 我每次叫你进来扫 QR code，我前几天还跟你讲说，IC 设计被动元件光学，今年小白兔、暴力兔、兔宝宝要很注意。我这个去年封关就在讲了，好不好？今天各位三只三只进来扫，你前有看 QR code 我拜托你进来扫，我拜托你今天进来扫 QR code，绝对是里面的 number one 呐、啊。你现在看不到了。 陈老师啊，我不知道要买，我不知道我现在进去了，很多股票都涨好多了。我今天给你的绝对是怎么样？绝对是还没动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给你的绝对是还没动的啦。你今年你不相信兔宝宝会在这上面？兔宝宝，陈老师啊，我还是很爱买传承股呢。陈老师，我还想放空呢，人家说会崩盘呢。那，安尼我不法多讲啊。 所以今年我跟你讲，大好的行情，你不把握的话，那就算了，好不好？所以陈老师今天给大家这个东西，赶快进来上。一个 IC 设计，一个被动元件，一个光学，今天三只，這样也不一定是一天了要看涨上来了。哎，陈老师啊，今天又涨到天域了。陈老师今天又涨到那个比较没有涨的 IC 设计了。陈老师今天又涨到被动元件了，那、啊、明天可能又涨到光学了。你永远都在那边一直猜。 然后手上买了一头拉股的传产股，传产股是什么？那还要我讲吗？不是电子的都是传产啦、啊。手上买了一堆一头拉股都传产股，那一个没点住啦？点住我都不爱啦。可是我今年真的跟你讲，今年我跟你讲，电子股会不得了，发光发热，不止被动元件，不止光学，不止 IC 设计，只要是电子股还没涨的，今年都很有机会。 所以，陈老师，我跟你讲，今天你这个吼，你在你不进来，我跟你讲没有了。我今天在最后一次，最后最后一次，今天在最后一次，我今天在让你进来找 Q R code。你一进来，我会给你卖公站、摸沙杯，没有三倍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看到很多吼，这三个很多都已经涨了，有的都涨一倍了。我今天给你的各位投资朋友还没开始。 去年三十块的银棒没人信我，你知道？去年呐、啊，叫你买三十块的银棒啊，大家都在追行运三雄，你也未愿买就对啊啦，都未愿买啦。啊，我今年讲，我跟你讲，去去年赢百，今年爱什么？今年爱吃啊，不爱买。我张老师，我不爱买。张 <laughs> 老师不爱啦。不是去年赢百，今年都爱吃百。你看这凯美，我说你，你不要看它没有量呢。 啊！你不要看他没有量。去年陈老师跟我这边，去年牙爸给你在讲百米件，没有人信我。今年认为说，哎，被动元件啊，被动元件不好。我陈老师跟你讲放在心里。我这边让你多看两遍。哦，有一天，等到新闻见报了以后啊，我跟你讲了。 有些消息啊，就像我去年讲那银邦啊，陈老师那银邦，你去年三十块讲的时候，哎、欸，赚不到一块耶。你去年三十块在讲银邦的时候，我看他根本就赚不到一块啊，那种人买哦、喔，没有人要买，一天三十张，结果到了去年底，你知道吗？说他一赚了一 G、e、P S 赚了六块八到七块，说他赚了六块八到七块。 所以你在去年年初的时候，你怎么会认为说银邦介绍三四十块的时候，一天成交不到三十张？你怎么会觉得说后面法人会大买？已经涨了一倍了，法人才在买，涨 <laughs> 了一倍了、哦、法人才在买、哦、那这个这这波来说这是上灾。所以我今年我就跟你讲，你看到被动元件现在强的，未来谁会最强？我跟你讲，等你有一天哦。 这种消息出来了，哈，一定一定是这边开始的啦。我跟你讲，八零四三，把它记住，八零四三，永远记住，正好八零四三，八零四三。我跟你讲，等到你知道意思吗？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这些消息都跑出来。等到了这边呢、啊，这些消息，哎，我讲话没人信。 所以今天陈老师给大家非常重要，进来给我扫 Q R code。我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讲了，今年几个族群。陈、嗯、老师啊，我不爱买你，我不爱你点足够，卖跨我爱最 <laughs> 我跟你讲啊，我跟我跟大家讲，否极泰来，否极泰来。我今天我讲句实在话，你说有的人爱买航空股，有的人爱买什么旅游业。 我正好是我讲句实在话，以前台湾说真的，那个每年那个那个在机场里面几万人、几十万人，那个时候，旅行业跟航空业的股价也在，也是在地上，好不好？他们已经亏了三四年了，他现在了不起就回到疫情前，你在追什么？ 而且我一直跟你讲，今天人家做被动元件，一颗电容、一颗电阻、一颗 IC、一颗晶片的利润，对吧？有人讲啊、哎，我今天另外买八方云集啦，我今天我来买观光股啦，我来买旅行业啦。我我我就觉得我赚钱都好了，只是你去想嘛，人家是在卖的这种电子零件，卖一颗的毛利。 你卖水饺，卖锅贴，你卖去外面玩鸡加酒，对不对？给你打五折，那我那个旅游展再出来，我跟你讲，大家拼命砍价、啊，那个毛利人赢过那些电子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爱买台积电呢、啊？你那个旅游业、观光业对复苏是没有错啊，那在算人头的、啊，那一个人能赚多少？ 人家人家为什么爱买台积电？你知道他赚他赚是赚什么？那个晶片你知道赚多少？你那个卖那个啊，水饺能赚多少啊？你在台湾景康哦哦饭、哦、店饭店现在很好，赶快买饭店股。当然，反正反正有炒就就就就对了嘛。只是说你真的在看远景，对不对？旅游航空业怎么跟这个比啊？ 人家做一个 IC，人家做一个元件，人家做一个所谓的镜头，你是没狼头你是别每个当时啦。哎呦，这个旅游业很好呢，大家都现在都要去机场呢。我跟你讲，疫情前的时候，他们的股价就是趴在地上了嘛。那个时候每天机场十几万，他们的股价不就也是趴在地上了吗？吃喝玩乐，那个时候每天大面大疫情前，大家也在外面吃喝玩乐啊。 对不对？那些传统产业，对,不对，卖卖水饺、卖锅贴、饭店、卖 buffet，你有没有去想过一个概念？一个是在创造本梦币，一个是在等人家来光顾。你那个毛利人有多少？而且你鸡加酒，你要以后旅游展，又大家拼命的在杀价。哎，<laughs> 各位投资朋友，我讲了很多东西哦，你现在不认同啊？有一天呢、啊？ 有一间很 m 必要，maybe 啊，一呢，跌跌咪咪呀、啊。我陈老师啊啊，被动元件这一波真的涨了，真的涨了呢。陈老师，我也没想，都不觉得呢，他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还有没有还没有的？今天给大家一只股票，今天陈老师送给大家一只股票。我跟你讲，你看看就好。 什么叫大爆炸？你把这个记住，六四三二。什么叫大爆炸？好不好？大爆炸，你在哦？大爆炸在哦？未来我跟你讲啊 w i 十,十倍的。什么叫大爆炸？反正你就先把它记住这个号码，六四三二，先记住了。 陈老师这边去年赢百几厘，都爱吃爆，我敢无爱信呢。这个股票会起，被动元件会起，凯美起，华兴哥以起。那我赶快跟你讲啊，阿你卖贝啊！所以我今天告诉各位，以后啊，如果说你爱追三四只、四五只涨停，以后各位投资朋友，我陈老师在讲啊，把它放在心里面，有没有听到？放在心里面。 好好把握，谢谢。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